主席、各位同仁，我们请陈院长。请陈院长。哎，邓委你好。院长你好，辛苦了。不敢。我们今天谈谈经济吧。是。我想大家都承认了，现在经济的状况不好，所以我们也观察到，尤其是马总统，其实这个不太愿意谈经济。不过，在经济发展里面，我看唯一的例外是观光，所以总统呢，似乎找到机会就要谈观光。因为可能对台湾来讲，或者对政府来讲，观光可能是经济发展里面唯一的一个亮点了。所以我希望今天能够跟你谈一谈经济发展里面的在台湾目前的这个亮点，因为观光的数字漂亮啊。不，因为观光是一个可输出的服务业了，所以这个我们一般来讲，我们国内出口在今年一种是商品的出口，一种就是服务业的出口。在今年这个马总统出席观光节庆祝大会的时候啊，他期许2016年啊，这个未来观光能够好好的发展。他赞扬台湾有三美三好，他说因为台湾啊有善良好客、热情诚实的人民，所以台湾的观光的前景无限哦。那么我能不能跟您请教，为什么总统没有提到称赞台湾人，他没有跟大家讲，跟全世界讲说，因为台湾有负责任的政府，台湾的政府可以提供大家一个安全的环境。总统是忘记了，或者他总统比较诚实，他有点心虚，他不好意思这样讲。我想所有观光客哈，大概在网络上都可以做传一句话，就是说台湾是一个很安全的环境。那在台湾观光的话，可以很安全的。不，我觉得总统恐怕是比较心虚，所以他不敢这个称赞台湾的政府是一个负责的，可以提供给观光客一个安全环境的一个政府。我能不能跟你请教一下？请教。我请这个杨秋兴政委。那个一起上来好了，好不好？对不起，张委员，郑委员不备询。郑委员不备询哈。那这不备询，他坐那边干嘛？那是因为宪法中有条文三条的。我就请教院长。那个我没请部长上来，部长请坐啊。我等一下会请你上来啊。我跟院长，我跟你请教，现在台湾的这个今年啊，今年一月到八月啊，这个到台湾的观光客人数大概有多少？我们大概成长了26%左右。大概有多少人？啊？大概有多少人？目前就是应该已经突破500万了。我说一月到八月了，根据观光局今年9月15号发布的统计，这是官方发布最新的一个统计啊。那可能470万。今年一月到八月来台旅客476,022人次。那么其中中国观光客有170万人次，成长54.41%，比起去年同期啊，虽然是成长最快，这个成长比例远远超过排名第二第三的港澳跟日本。好，我这里面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说，我们对于团体型和自由型的每天的限额都提高了。是，我现在请你看一个表，我们这个表格其实就很清楚的呈现了一个趋势啊。这个趋势就是说，现在中国的观光客，来自中国的观光客，他其实现在是我们现在观光客占客源最多的，他成长非常之快，你可以从这个表里面非常清楚看出这个趋势。可是以今年一月到八月477万扩到170万，也就是中国以外的外国观光客，包括港澳，其实人数还是比中国观光客多。还有一个增长快是马来西亚。对，还是比中国观光客多，对不对？也就是说你扣掉之后没有中国多了。不是，你听我讲完嘛，你不要急嘛。好，扣掉之后也还有307万。好，这477万里面有170万是来自中国的观光客，有307万是中国以外包含港澳的观光客。可是为什么我们有一个好像都有一个印象，就是如果中国之外的国际观光客人数还是比较多，那么为什么好像我们常常听到一个新闻或者一个感觉，说中国观光客比较容易受伤，或者他们好像常常在台湾发生的意外事故比较多，是因为其实我们刚才看这个媒体的报道啊，也包括昨天就发生了，对不对？我相信您一定也知道，在野柳有中国观光客集体食物中毒，还有在嘉义有4个
观光团的这个旅客在夜市外面被车撞了，这您都知道。就是为什么我们老是有这个感觉，就是为什么中国观光客比较容易受伤，是因为媒体对他们比较关注，他们比较容易被报道，是媒体渲染扩大吗？是什么原因？除了刚才段委员讲的原因以外，我想有两个很重要原因，一个就是这个观光巴士，他因为他都是他们一个团来大概八天的时候，这个观光巴士司机一路陪他们，陪完以后休息时间非常短，马上又接上去开第二班，所以这种情况就会造成这个司机的疲劳，也造成一些这个事故。所以国外的外国的这个除了中国之外的旅客，他不坐巴士的。不，所以就其实我刚才要讲的第二个原因，第二个原因就是说大陆来的团通常是比较低价的团。低价团的话，它这个整个的这个品质会比较。所以您的意思就是说，台湾是一个提供了一个安全的旅游环境，但是只针对高价团，也就是说你花了钱多，我就提供你比较安全的环境；你花了钱少，我就不那么照顾你。我跟你请教一下，我们看下一个表。我们现在已经在改变这个状况了。我现在交通部已经规定说。我给你看下一个表，您看过这个表吗？八十四，你看过这个表？你桌上有，你看过这个表吗？是。这个表在左边。中国跟中国以外的这个旅客来台的人次，从民国97年到民国101年八月，因为2008年七月开始开放中国的观光客，红色的那一块是这几年来中国观光客到台湾来的人次的比例，是26%，另外74%是中国以外的其他外国的观光客。好，我们看右边的这个统计。你可以发现这个26%的观光客在台湾受伤的比例，就是说在台湾所有受伤的观光客里面比例是占91%，那个74%占74%的其他国家的观光客，他在台湾所有的伤亡的观光客的比例占9%。我要强调，对，非常这个我要强调，这个数字是指的观光团，不包括散客，不包括我们讲的自由行，是观光团。对，没有错。你看了你有什么感觉？这个我想段委员的观察非常正确，所以这也是交通部现在两个。所以你还要告诉我们说，马总统其实要称赞说我们提供了一个安全的旅游环境吗？不是，所以我跟段委员报告，我们已经发现这个问题，所以这是交通部目前两个工作重点，一个是这个观光巴士的司机的休息的时间，他把它列为一个关考重点。我等一下。另外一个就是说，院长。另外一个就是说，院长，低价。你们所要做的设施我都知道，我等一下会戳破你们种种规定查核，其实通通都是纸面作业，通通都是纸面作业。我要跟您再一次请教。根据这是观光局给我的2008年到2012年八月底大陆观光团在台湾发生事故意外的一个统计表，在这个表里面，其实这个表这么厚，包括我们刚才讲的那个食物中毒跟那个被机车撞还不包括在这里面这里面有什么东西呢？其实无所不有被落石击中受伤死亡的，被这个小火车被这个阿里山的这个木头倒下来这个砸死的，撞电线杆的，撞山壁的，被机车撞的，被计程车撞的，被自己坐的游览车撞的，还有落海的，翻车的，还有游览车开到机车的地下道去撞墙壁的，这些种种发生的意外，它的原因是什么？或者我们这样子问，我先不问你原因你刚才已经大概讲了一部分了，我们要讲院长承不承认相对于其他国家的来台湾的观光客，我们提供给中国观光客是相对危险的旅游品质。对，跟段委员报告，我们就已经发现这个问题，是吧？你承不承认？当做个重点来做，你承不承认是一个相对危险的旅游品质？这是一个事实我也不能去否认，因为数字会说话嘛。所以你不否认，我们这几年来政府不断强调，而且不断告诉我们说。越来越多，不，但是我们在每年都增加，然后这几年我们发现意外的人数并没有减少，然后你告诉我们说我们一边让他来的人越来越多，我们一边慢慢改善。我现在已经在改善了。是我们慢慢改善了，我们说不改善好再让他们来呢？
掉的一个重点。不，有些改善是很容易的。我们请先请这个，包括经建会主委，请经建会，包括经济部长、研讨会主委、内政部长、陆委会主委，麻烦请也一起上来，好不好？以上各部会首长，请上备询。我们前任的观光局长啊，我们前任的观光局长，在开这个陆色真啊，在开放大陆居民来台旅游两周年的致辞呢，在会上致辞的时候说，质量并重，不做烂市场，是我方对接待品质的基本原则。各位，马总统曾经讲过，尊重生命是一个文明国家的指标。他讲的是谁啊？他讲的是保护动物。那我们做了文明国家的指标，我们保护动物，我们不照顾人吗？我们不保护国民，我们也不照顾来台湾的客人，无论他是从日本来的，从中国来的。我们要弄一个不安全、不那么安全的环境，就让他们就一直来，一直来，是怎么样？是因为他们的生命比较不值钱吗？不会，或者我们骨子里面其实我们要借用这个机会，用这种方式来反攻大陆吗？不，我们现在正在努力的改善当中嘛。我跟各位，是不是可以请毛部长来做个说明呢？我跟各位请教，这个我们这个部长，你请坐一下，我还没有请你上来。我们行政院的发言人啊，提醒了我们去看一下这个叫做经济动能推升方案。是，在这个各位啊，你能不能告诉我，经济动能推升方案里面有一个重大的，我们要求观光指标，质量并重，数字是什么？观光指标。我们是1000万的。什么时候要到1000万？105年。105年要到1000万。105年要到1000万，也就是说现在是多少？就今年应该可以到700万。今年可以到700万。105年要到1000万。中国大陆的这个观光局长啊，这个邵伟奇，今年8月9号在台湾说，预测2016年，哎，跟我们这个同一年哦，两岸，也就是说大陆到台湾旅游的人数，可以超过700万人次，也就是2016年，中国大陆那边要有700万人来，那我们再加上本来有的中国之外的这个观光客，300万、300多万，加起来刚好1000万，那也会成长，达到目标1000万，对不对？那我要跟各位请教，不一定是这样一个，我要跟各位请教嘛，你现在啊，200万。今年预估200万，对不对？的中国旅客，你有没有办法应付？你已经没有办法应付了，可以死人了。我们目前，你现在说告诉我们慢慢要改善了。我目前观光巴士导游或者司机的人数是足够的。我跟内政部长请教，您能不能告诉我们怎么改善？我想在内政部相关的业务里面，我们譬如说，这个大陆客来台，最近在谈的，他们要是我先把这个，我先给你看了这个表，我把那个经济动能推升方案，这个叫做优化观光提升质量，啊，这个我让你看了，105年要到1000万，那你怎么改善？你有没有办法改善现在的？你知不知道现在的问题？内政部长，你说现在我们遇到的问题嘛？我们遇到的问题跟我们相关，就是他们来的 visa 的问题，他可不可以多次签？所以我们来的问题，我现在要请教是来安全的问题、品质的问题。你知不知道问题出在哪边？我知道问题出在哪边。你有没有办法解决？他这不是我们内政部能解决的，我们只是在负责在移民。来，我们给部长看一个下一个表。优化观光提升质量，主办单位交通部、内政部啊！啊？我们可以在治安上面，这不是你们主办的吗？你知不知道你们主办？我这样问你好了，你知道不知道？我常常知道，在移民的部分，在陆客团出了问题，我们移民署都会介入。这个、所以，优化观光提升质量，从现在陆客团预估今年200万。到了民国105年要来700万，这
办机关，请你告诉我。我们是主办机关，在移民的部分，在这个多次签证的部分。你的这个是观光提升质量啊，这个不是移民啊。这边只有你请回吧。是。刚才除了院长之外，各位请回。不跟调研报告，移民署是负责发签证的，所以当然跟观光有关系。我要请教，名称叫移民署而已了。我要请教，你们顾着做这个漂亮的成绩啊，数字啊，但是实际上我没有看到你们具体有效的改善。我再一次强调，我刚刚跟你报告过，有效的改善，你可以我要跟你讲，你也承认，你也承认现在，对中国的观光团到台湾来，因为是低价团，他为什么是低价团呢？因为中国的组团的这个旅行社。他这个组团社给台湾的地接社或者是我们讲接待社的团费非常低嘛，对不对？你知道我们现在观光局的规定，一天的这个一个晚上的团费平均啊，一个晚上是要多少钱？我们现在希望到60块。不是你们希望到60块，你们规定要60块。你们规定要到60块，旅行业接待大陆地区人民来台观光旅游团体制注意事项的第二条，最低接待费用每人每夜平均至少60美元，这是观光局颁定的嘛，对不对？但是实际上有没有这样呢？当然我们也知道没有，对不对？根据中华民国旅行商业同业工会全国联合会的秘书长许高庆秘书长说，他说啊，虽然政府规定团费每人每年不得低于60美元，但最近中国旅行社下杀到20美元以下。目前台湾有一半的旅行社的接团金额在20到30美元间，根本不敷成本，因为要住、要吃、要交通车，还要包括把导游的出差费通通算在里面，所有的行政费用都在里面，当然不够，所以怎么办呢？所以靠的就是赌一把，看能不能从旅客去购物的佣金赚回来。所以要怎么办？因为不公平，对不对？不但现在平均就是15到30美金团费每一天，而且呢，我们虽然规定啊，45天之内要这个团离开台湾45天呢、啊，这个团费啊，他们就要给我要汇过来，对不对？但是你知道实际上要多久吗？不，那个有些数字是外面那个比较夸大其实的说法。我实际上我做过实践调查，我通通都去查访过了。大概平均就是3个月到9个月。嗯，那是特殊。三个月到九个月。不是，交通部有统计过，也调查过。你交通部这样子规定，他当然不能跟你讲啊。你规定45天，你去问说你有没有45天？说对不起，没有，没有怎么办？不是，那我不可能自己调查，我当然要拜托交通部啊。我要跟你请教。所以因为压低成本，所以我们就找低价游览车，让司机超时工作。你告诉我说现在交通部要管，我也知道啊。但是六十块从80块降到60块，交通部也不是没有管，也管呐、啊，对不对？管不动没有用嘛。45天，你告诉我，那你告诉我有没有超过45天的？我这样问你嘛，或者这个团费有没有低于60块的？它普遍不普遍？我这样问你嘛。不，我为什么我刚刚说希望高于希望到60块，就是我晓得事实上有人不到60块嘛，所以我们才要求这样。所以你做不到嘛。不是，你也没有认真严格的要求，所以造成一个什么样的现象？做到这一点，造成低价团，所以要靠什么？靠去找低价的旅行社，让游览车让司机超时工作，然后开始带去虾品，每天跑3个购物点，看2个景点，吃2餐，难道不是这样吗？所以我一开始就跟你报告了，交通部两个工作重点就是我们已经证明了这个规定，你包括交通部，包括付款的时间，包括这个旅行社，包括付款的时间，包括他的团费，其实都没有办法完全的保障台湾的旅行社。所以面对遏制竞争的时候，只要拼命的销价。对，待会儿跟你报告哈。所以大家说，有多少应收账款？大家朗朗上口。就他们有调查过嘛？说起的比，所以我刚才提到，你可以让黄部长说一下。赶得比马快，吃的比猪差，我们都听过，听起来好像很好笑，但是对我们来说是非常之悲哀。对，我了解。如果我们自诩为一个文明国家，就是因为政府没有去做该做的事情，政府拼命的希望把人数放大，
来做成绩，没有把环境做好，结果承担这个恶名的是台湾。我们讲要提升质量嘛，所以目前交通部努力的事情就是在提升质量。我们看一个表，这个表多可怕，外籍旅客发生意外占的比例是中国旅客的这几年观光团哦19倍，外国其他外国旅客来的是他们的人数的3倍，发生死伤意外是19倍。不但不安全，你政府有没有规定？有。有没有办法执行？没有。不但不安全，而且我们靠虾品了，他们靠虾品生存了，要卖的贵，甚至品质以假乱真，以低卖高。我们请部长上来。院长，你知不知道我们现在带着中国观光团，现在最热门的产品是什么？就是台湾的商品啊，到处去买啊。是什么？凤梨酥和茶叶。凤梨酥跟茶叶，部长要再补充一下。还有什么？我想我先跟委员，是不是可以让我？不，你先回答我的问题，我时间很少了，剩下8分钟了。凤梨酥跟茶叶确实是最多的两项了。凤梨、茶叶，还有珊瑚、大理石，对不对？对。你有听过钻石吗？应该也有少数了，有少数吧。所有的人都说这个是最贵、最大宗的，这其中大宗的高雄的钻石。那么你说少数，我要跟你请教，大陆观光团到阿里山去买阿里山的高山茶，那个比例有多少是真的阿里山的高山茶？你能不能告诉我？我们就是鼓励他们到我们有品质保证的这个店买的假货可以退货。你们查过没有？我们前景检查官有多少比例？我们找到有案例的话，我们请检察官来查。你们查过没有嘛？多少比例他们去买到？我有你们去查的资料了。一年查个顶多一次了，就一次啊！观光局给我的资料啊，有3年没有查。跟委员另外一个报告。有3年没有查，今年阿里山查一次了，日月潭查了一次了，都一天了。所以你告诉我嘛，有多少比例买到真的阿里山的高山茶嘛？你答不出来。我再跟你请教一个问题。整体品质的控制，我们是用出口调查。我们是用到机场做出口调查。我再跟你请教一个问题。你听过高雄是亚洲钻石切割中心吗？没有，很抱歉。所以高雄是不是亚洲钻石切割中心？这不每一个导游都带去高雄，都告诉中国的观光团说。高雄是亚洲钻石切割中心，结果我去查了，全世界有4大钻石切割中心，亚洲有2个，没有高雄啊。如果有高雄的话，我也很光荣啊。一个是孟买，一个是特拉维夫啊，以色列特拉维夫啊。然后再去查，发现中国的钻石切割、越南的钻石切割、泰国的钻石切割都比台湾要发达。而我们告诉大陆的中国的观光客说，那个亚洲是钻石的切割中心，去高雄看了，我把地址给你啊。那个卖钻石的，每天早上6点多，门口就排了20几辆游览车啊，然后带下来，规定在里面一定要一个钟头买钻石，不买也要在里面一个钟头。那个卖场有800平，里面员工有200多个人，多大的规模啊！台湾产业之光啊！经济部长，你要不要表扬一下？啊！我告诉你，我跟你讲的这个钻石，这个店啊，卖钻石，高雄最大2家，一个叫捷达，一个叫欧亚，谁开的？香港人来开的，香港人来开的，这是台湾旅行社面对了一个最大的悲哀，被迫低价去竞争，为什么？因为香港港资跟中资过来买旅行社，投资旅行社，你能不能告诉我说，现在有多少？你们开放了408家，这个接客团，有多少港资的旅行社？你知不知道？应该有大概不到20%吧。啊，不到20%啊，1/5啊。就是百分之十左右了，应该是这样。10%也有20家，
这些港资或者中资旅社，他们还港资还投资买高雄的饭店，专门接大陆客。他们透过大陆组团、中国组团、香港接单、台湾接待，一条龙，从旅行社到艺品店，到饭店，到这个旅馆。跟委员报告了，你台湾的旅行社被迫跟进销价竞争。跟委员报告了，任何一个新兴市场，团队的竞争占比较大的比例。我再跟你请教，所以我们将来希望把团客比例降低。我再跟你请教，退佣是不是合法的？就是买东西退佣，在全世界的旅行业大概都是惯例。好，我们也有旅行社有公约，对不对？说不要超过30%。现在退佣的比例，每一个产品，每一个营业的场所都不一样，对不对？有包括吃饭要20%的，有包括买茶叶要50%的。这个50%来了，60%是旅行社的，30%是导游的。另外，领队跟司机分10%。我讲的是不是是不是事实？有不同的比例的，但是超过30%的比比皆是，对不对？那为什么这样？他们为什么必须要这样？因为我们没有办法是阻止这个外来的香港港资利用他们过去在香港操作的那个模式进来销价竞争，所以我们提供给中国旅行社、中国的这个旅行团的是一个什么样的品质呢？是一个什么样的品质？我讲过，我们看下一张表，前面一张。好，这个是现在你去上网络还可以看得到的。国旅啊，国旅在线了，他现在啊招揽生意。这个是他的台湾的行程，你看第七天，他第八天要回去了。第七天，长官大理石工厂停留一个钟头，土产店停留一个钟头，精品店停留一个钟头，一天跑3个点。偷偷购物，从花莲一直赶回来台北，一天还要有3个钟头去购物。我给你看一个影片，你看台湾受了多大的伤害。我们播一个影片。我们拿着这个漂亮的数字，其实我们没有能力